什么？传说中的寒冰地刺终于更新了，如果不是我的老伙计告诉我，我还蒙在鼓里呢。于是我更新了游戏，然后花了20元钱让老伙计把这个满级新植物给搞到手了。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不可思议，这还花钱，但是对我来说觉得还行吧，毕竟可以第一时间更新新植物，第一时间出试玩视频给大家看。花钱不易，希望大家能一键三连支持一下，哪怕点个赞都可以，后续出了新植物我都会第一时间氪金拿下。先升级到 M10级，然后去试玩一下。试玩的过程中大概说一下这个植物吧。冰地刺普攻伤害似乎为10，和普通地刺的攻击一样，寒冰家族大招向自身前方甩出一个冰锯子，冰锯子会在前方四格或更远的地方消失，将碰到的所有僵尸冰冻并击退到冰锯子消失的地方，有较小的伤害，一级情况下只能打死半个说唱。开过大招的冰地刺似乎被加强了，多出了一个看着像是冰皇冠的贴图，具体效果不知道是怎样，这一点可能类似夜影龙葵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直接听歌看戏。感谢您的陪伴，记得点赞关注我们，下集再见。